圣诞快乐呀！姨们昨天玩得开心吗？有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吗？有拍到漂亮的照片吗？给咪咪看一下。你们有吃到罐罐吗？咪咪是很有仪式的小狗哦，早上起来就跟妈妈表达了很爱妈妈，但妈妈啥礼物也没给我，还跟我说这样就当给咪咪过圣诞了。这是个啥呀，妈妈不能这么糊弄小狗，男孩子也需要仪式感哦。姨们是不是也很在乎仪式感啊？女孩子就是这样的，妈妈和咪咪说女孩子就是要被放在心上，现在我心上就有超级多的姨姨。咪咪希望姨姨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好吗？是不是以为咪咪走了，咪咪又回来啦？圣诞快乐。